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盛，这里是专注技术交易频道。今天解说比特币，今天只说比特币，以太坊呢也没必要讲了。我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10点，在我的频道当中分享了一个小故事，非常有趣，是昨天晚上的10点分享的，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首次看我的视频，请点击视频下方的电波链接，因为视频有时效性，可能在视频发布之后有一些最新观点补充，那么最新观点会发在这个频道当中。比如说，昨天晚上就发了一些观点，那么今天呢，视频当中会根据昨天发的更详细的、完善的逻辑解说。现在是北京时间2021年12月18号的下午3点08分。我在视频开始呢，我先引用一个评论，可惜我真的去找这个评论的时候呢，竟然删除了，然后只能在聊天记录当中去翻当初的截图。其实下面还有一些讨论，但是呢删掉了，所以说呢没办法展示出来。那么这个人呢，他质疑我清仓的操作。其实我很少见到有人把空仓当做是一种错误。其实我们做现货投资，根据行情的状态，不断的加仓减仓，只要你操作是正确的，你手里面的钱和筹码都是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你维持50%的仓位，然后呢，行情好的时候呢加仓，行情不好的时候呢减仓，不断的调整。但是你绝不可能在任何一刻是满仓的。可能在某些阶段你是空仓的，但绝不可能是满仓的，因为我们可以赚无数次的100%，却没办法承受任何一次的亏损100%。下方呢还有一些讨论，这个人呢义正言辞的教育我清仓是不对的。当时我在后面回复了一句，我曾经血本无归过。好吧，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我们就先从比特币的日线图开始看。比特币目前还是在2日线的 Vegas 这里横盘震荡，这个位置很可能是一个支撑，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截止到目前，从最高点69到现在已经下跌了，我们看一下，下跌的时间有38天，然后价格幅度呢大约24000美金，连续下跌了这么大的幅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迹象能够证明多头力量还在。我在昨天电报呢引用了3.12和5.19的走势，当然，3.12还是5.19都是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能把小概率事件当做我们操作的依据。我们用我们的本金去压住小概率事件，在这个价位还去做空，我觉得是不对的。我们可以去分析涨跌，不去操作，但是在这个位置还去做空，肯定是不对的。我们来看一下，312这个走势呢，从这里开始下跌，每一段下跌的反弹都没有超过前方的波段高点，逐渐降低，逐渐降低，在这里停顿，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更高的高点，然后下跌。我虽然无法预测这根阴线，我不可能提前知道它会有这么大的一根阴线。但是如果我维持右侧参与的话，我就不会在这样的下跌中有任何损失，对吧？然后呢，519呢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卖。我们看一下519，那这个下跌呢是更迅速，下跌的全过程从下跌以后没有任何一根阳线，全是阴线和十字星。从下跌以后没有任何一个 K 线的高点是高于前 K 高点的，除了这个十字星。只有这个十字星的 K 线是略微高于前方这个十字星高点的，但是没有用，因为它是一个十字星线。那么随后呢，一路下跌。那么当下这个行情呢，其实和519的走势某些地方是像的，有那么两三成是像的。就比如说这个特征，从高点向下，虽然说有一些非常小的阳线，但是呢，没有任何一个波段高点是高于前面的波段高点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 higher high。我们在周线上呢，就可以看得更明显，全是连续的阴线，好不容易有一个停顿，一个十字星线，对吧？然后呢，十字星被下破了，低于了十字星的最低点。在行情止跌之前，我们都不能认为行情已经止跌。什么时候止跌？等止跌了就止跌了，对吧？不用去预测。截止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止跌的迹象，所以说我们没有看到多头力量，那就不能去做多。直到后续出了一个强壮的阳线，我们才能认为大资金进场了。我们千万不要分析的方法学得越来越多之后，忽略了最初的本质。价格的涨跌是怎么形成的？
价格上涨就是因为买入的资金大于卖出的资金，价格下跌呢就是卖出的资金大于买入的资金。那么行情在下跌，怎么可能是大户在买呢？或许大户通过新闻媒体告诉你他在买，但是他实际在卖，价格是骗不了人的。如果大户在买，怎么会是阴线呢？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我当时是在11月26号大幅减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站上前面高点，而且我减仓有很大的因素是看了以太坊和 BNB。当时呢，我并没有持有什么比特币，以太坊是一个熊棋，那么熊棋是看跌的，对吧？我们肯定要减仓。BNB 呢也是一样的。当时在11月26号的视频有解说，这里是一个熊棋，我们也是在非常高的高点去减仓的。然后再回到比特币，当前这个形态确实有理由看涨，因为它是一个均线，而且是一个楔形。但是这个形态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左侧参与的话，我们如何设置止损？我们不可能不设止损，对吧？我们如果不设止损的话，就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交易了。合格的交易需要入场价、止损价和止盈价。在这里做多，我们止损怎么设？前方有一个非常低的影线，我们需要把止损设在影线这里，对吧？我们看一下止损，止损的话就有6000美金。但是呢，我们又不能精确设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一个波段点，我们又需要把止损设在这个波段点之下，止损呢就是7000美金了。那么止盈呢，并没有多大，止盈的话就是10000美金。但是胜率是多少呢？左侧交易的胜率是比较低的，那么胜率不高，然后盈亏比呢又不高，所以说呢，这里做多并不划算。如果说你把止损设在稍下方的话，那么即便行情打到了你的止损，你的交易逻辑并没有破坏，所以说呢，这个交易就不成立了，因为没有止损。其实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平均到每一笔交易上赚钱的金额是差不多的，就是左侧交易一旦赚钱就可以赚很多。假设你买在这里并没有下跌，快速上涨， OK， 你在这笔交易上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左侧交易胜率低，很多时候你左侧抄底是亏钱的。那么平均下来，每一笔交易，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赚的钱是一样的，右侧交易我可以入场后立即赚钱， OK。 但是有一点，右侧交易的心态好，心态对收益的影响我没办法通过数学来去量化。在牛市的核心阶段，我也会使用左侧的入场方法，因为在牛市行情中默认就是上涨，所以说呢，给到好的点位直接上车，节奏很快。但是现在是牛还是熊已经不好说了，有人看牛，有人看熊，在牛熊不确定的时候依然使用左侧交易，我觉得是一个不太理智的操作方法。 OK， 这是日线的 EMA，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MA 均线。我在趋势不太明确的时候经常会使用 MA 均线来推演，那么现在呢，低于60抵扣价是 27%， 就说呢，现在的价格对比60天以前的收盘价大约是低了27%左右，30%左右。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当下的价格走势。当下的价格呢，目前距离 MA2030 比较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当下的价格距离 MA2030 均线距离比较远的话，那么反弹上去是会受到阻力的。比如说这里，对吧？它是会受到阻力的。比如说这里，如果说后续上涨之后继续下跌，那么均线就下来了， K 线和均线粘在一起，然后再次站上，它就能够站上短期均线。当价格站上短期均线之后，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认为多头恢复强势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OK， 我在昨天呢发了一个图片，就是两种潜在的入场方法的 K 线，有一个呢就是大幅反弹之后的回撤。我们来看一下详细推演，从详细的角度来推演，用详细的走势来推演。我们就假设行情会上涨，那么上涨之后基本上80-90%的概率会下来的，因为均线是空头，那么下跌是很大概率的，只是说涨到哪里下跌，它可能涨一点点就跌了，可能涨到53000下跌，它可能涨到这个56000一带然后下跌，下跌的概率很大，但是精确到某个点位下跌概率并不大。所以说呢，我们到时候做不做空我们到时候再看。我们推演一下，一笔强烈反弹，然后呢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对吧？一笔强烈反弹，这笔反弹呢突破了下降趋势线，然后再回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均线的走向。那么这样的话 MA120 均线，我们根据这个抵扣价，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均线是会略微的往下的，因为现在价格是46,000，而抵扣价呢基本上在49,000、50,000、52,300左右，所以说 MA120 均线是会慢慢往下的。然后60抵扣价在高处不用考虑了，它肯定是会向下的。所以当这个反弹出现再回测的时候，这个60和120均线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交叉，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形态出现的时候， MA60 和120均线大概率呢已经死叉了，那么它对价格是有一定压制的。当然很多程序化交易者并不会因为60和120交易去做空，因为这两个周期跨度太大，可能交叉的时候趋势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些程序化交易者做多是一定会终止的。原本打算做多的形态在它死叉之后，这些程序化交易者就会停止做多，也就是说市场的供应量不变，但是买入量减少了。这是我针对当下比较复杂的行情的推演的逻辑。所以它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待一个可靠的阳线，如果出了一个非常可靠的阳线，那么我们会在双底的右脚去做多，因为它已经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回撤不破大阳线，我们去做多非常可靠。那么如果没有出可靠阳线，由于60和120日均线已经出现了死亡交叉，所以这个双底很可能会失败，演变成楔形底，再次的去下探到这个位置才会上涨。 OK， 那么这个形态只是一个推演，如果后续给到我在视频也好，在公开的这个频道也好，我会发通知，因为长线交易我是会全部的在这里面去分享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方，我们再看下方这个形态，我之前讲过很多视频了，就不在这里详细解说。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看跌的形态，我在之前的视频呢，分别是12号和5号都有提到这个形态，连续讲了2期了。那么这个形态从形态的角度来说呢，是有需求回测到下方的，但是能不能到我不好说，我不能因为一个点我就去做空，但是我可以说如果它下来了，就假设它震荡下来了，那么这个位置一定是绝佳的入场机会。那么如果你喜欢左侧，你可以在这里入场，但是我要提醒一点，就是左侧交易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入场之后不一定赚钱，支撑位需要反复回测多次然后才会上涨，你完全可以等它回测多次以后在右边你去买入，对吧？如果你喜欢左侧，你可以考虑在30,000附近去布局。然后我们再看一下30,000如何操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上涨，它是踩住三日线的 Vegas 上行的，然后呢创了新高，但是创新高失败。那么现在如果回测到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一个双倍均线加上裸 K 形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了。那么这个点位很难到，但是我讲的是如果万一给到了你要在场，如果你是现货交易者，你需要对当下的行情保持关注，而且只做比特币，因为我不确定后续是牛市熊市。比特币给到这里，我可以说70-80%的概率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我们就假设，我们就先看第一目标，它反弹到原先的箱体顶部，曾经在这里呢有个箱体，那么它反弹到箱体的顶部，上涨的幅度也高达30%。而如果是熊市的话，山寨币可能在横盘，比特币在涨，山寨币在横盘。所以说呢，后续给到形态做比特币。OK， 不要去做空，但是如果给到你要做多。 OK， 这是我对长线的解释，当下这个位置我是不会做多的，刚才在前面用 MA 均线也是讲到了，当前这个位置如果不跌破的话，想要恢复多头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现在已经在这里14天，那么可能还需要再来10天，那么基本上是到1月初，如果能在这里稳住到1月初，那么基本上给到形态我们就可以考虑做多了，但是当下这个时间从时间周期来说远远没到。其实有一点啊，就是比特币是一个高波动率品种，频繁的上下波动，但是当下的形态从高点69,000，从高点69,000到现在连续下跌了38天，没有任何一次像样的反弹，基本上都是非常微小的反弹，而且跌了24,000美金了。其实我也是有些想不通的，在这里呢引一段话，如果人们总是寻根究底，人们就会毁灭，其实我们接受现实就可以了，市场没有真相，只有参与者的情绪和反身性。
在这一段行情当中呢，我并没有卖在最高点，并不是在这个尖点上买的，但是总体的收益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在后续导致账户可能发生更大回撤的行情中受到任何损失，卖出的价位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比特币早就换成山寨币了，那么这些以太坊、BNB 以及其他的很多山寨币并没有特别大的跌幅，很多山寨币呢是在这个位置才开始暴跌的，所以说呢还好吧，还好吧，距离高点有所回落，但是也不算特别大的损失，总体还是赚的。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不讲微观了，因为微观的走势在这里已经波动率越来越窄，也没有什么操作价值。我个人呢也是在等待行情走出下一个区间，我个人呢也是等待行情走出这个区间，不管是走到上方还是走到下方，然后我们再去进行短线操作。这几天呢也在暂时的休息一下。好的，祝大家好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